任的投手呢，接下来也都有演出，独三振，总共十一记三振，打在了右外方向，刚好过奖了，魔音炸裂！哇，等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呐、啊，在这个打席之前，他十二场比赛没有开轰，结果就在刚刚冷不防，最近状况不好之下，最近两阵他是八至零，结果他炸了一发两分炮，367英尺。魔音在这场比赛用全垒打，本季的26轰，为球队先取得点。魔音这一球其实看起来是有一点点打折到，没有完全的咬中球心的，不过但还是靠着他的力量把他硬扛了出去，很可怕的力量。